气泡水。想喝个气泡水还要上网订，我等货都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了啦！啊，渴死我！这感觉很贵吧？我的荷包会不会大失血啊？而且我现在身上也只剩下35元。这一罐气泡水便利商店就有卖啊，而且一罐就只要35元，不但是英国品牌，包装也好时尚哦。请问以上哪个状况最不符合逻辑呢？选项一，女主角上班订气泡水是在偷懒吗？选项二，女主角只剩35元却还想上网订气泡水。选项三，竟然在便利超商就可以买到英国品牌气泡水，还只要35元，完全是潮流界的必需品。我的老天鹅，现在特价只要27元。